为什么是我？我平常都没有乱吃东西，生活也很自律，为什么会得到这种病？小姐，别担心，看路上有我们陪伴着你，你并不孤单。你是？你上海认知园中心的各管师，来，我带你去认上海真命的第二个家。哦，好吧。这里是癌症支援中心，也是癌症病人的第二个家，是专门为病友提供全方位服务跟照顾的地方。在这里，不管是用化疗药的落法，或者治疗后的相关用品，像是头巾、假发、义乳、内衣等，我们支援中心都有提供，所以不用担心接下来后续的治疗哦。真的耶，太好了。医师，请问一下，我这次的检查报告还好吗？陈小姐，治疗过程很顺利，你不用担心，继续保持好心情就好喽。好险哦！医师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这次的治疗，要不是有你，还有癌症支援中心的帮忙，提供了假发跟头巾，那我不用担心掉头发的问题。我每天都有新造型，就像全新的自己。我一定会勇敢的面对治疗的。陈小姐，恭喜你，这次追踪数值都很正常。太好了，谢谢医生，我好开心哦！我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癌症支援中心的伙伴们，感谢他们一路的陪伴跟支持。抗癌的过程是很辛苦的，还好有他们一路陪着你。嗯，真的，我真的很谢谢他们。欢迎来到癌友的第二个家，癌症支援中心。如有任何相关疑问，欢迎亲洽癌症资源中心或电洽04-2205-2121-7277，癌症资源中心关心您。